咱又来到了这传说中的大坝了啊！今天推大潮，咱看看今天能不能捡到什么大货。哎，今天水草特别多，你看还有好多小虾虾，特别多。走吧，出发了！哎，快看快看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还在这里行走呢。哎呀，让我给发现了！哎，这收了啊，来放到桶里来。今天收获不错啊，收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个螃蟹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里。哎呀，你在干嘛啊？哇，你在干嘛？思考人生啊。哎呀，收，带走，继续往前走啊。阿妹，我去，差点摔倒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夜里啊，我自己在这里还是有点害怕的啊。这没有人啊，关键是太吓人了。这里有啥？你们看这是什么虾子？你们看，哎，还第一次见呢，这种颜色的小虾子。哎，哇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哇，好漂亮，小尾巴也挺好看啊。哎，完了，让它跑了，让它跑了。这个这么小，就给你们看一下吧啊。跑了，跑了，咱先继续寻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别的啥。这是个啥？这应该也是那种小虾吧？哎，好小。哎，小鱼，小鱼啊，都是特别小的。今天水草特别多，好多海鲜都在那水草底下，你不仔细看啊，你都抓不到。哎，咱再往前继续寻找啊！你快快快快快快，在这里又一只，我去，它要跑。哎呀妈，它要跑呀！哇，差点让它跑了。看，哇，这边潮水要上来了，这边啊，潮水要上来了，快收了带走吧。我刚才看到那个地方起烟了，那肯定有个螃蟹洞，这地方肯定是个螃蟹洞。你看它都起烟了，喏喏喏，看到吗？哎呀，哇，差点要它跑了。这种都是螃蟹洞啊，仔细看都能发现里面有螃蟹，因为它在里面一动啊，它就起烟了。我去，啊，收，收，带走了。哇，好热啊！